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给小飞买的战靴到了哈，46的，然后又给他买了一个这个电动车的加热把手，有很多人说这个好用，我给他买一个试试哈，走看看。哎，鞋垫给他垫里头，这就特别暖和哈。太暖和了感觉。嗯，主要是就是他现在脚上穿的那个鞋呢，这个桶太低了，就到这儿，这个正好这么高，可以护着那个脚脖子那里。穿上看看，大家看一下多大啊？比你脸都长。怎么着？走，然后，但说实话，这个没有这个穿着带劲。没这个带劲。应该这个破，这个穿着可带劲，轻。但是那个护不住脚脖子。我就想跑几天出去玩，你知道吗？再看看这个，哦，它就跟那个水管的那个。就是残水管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，你看就是里头有加热线。嗯，说实话对我这个用处不是很大，你看都是这个时候动，这个时候都没啥事，好吧？因为这个时候老是耍手机，肯定给它抢单、抢单、抢单，所以它这样动。等到你带上这个装上有点用，你最起码你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回来的时候对骑长途，你最起码不冷了，是吧？明天装上事儿，这个也可以起到辅助作用。对，啊，最起码有点用。嗯。我们是从那个杭州刚回来，回来的比较晚，现在有8点多一点了。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们俩还说呢，好长时间没吃铁锅柴鸡了，他想吃铁锅柴鸡。我们也很久没有出去吃饭了，都。今天去吃铁锅柴鸡就不做了，走去那看看去。走吧。走。咋就打电话呢？姐。喂，舅。胆子毛毛呀。我以为都回复了，找找，现在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哈，一会儿我舅说他也来，我们先点菜去了，点个中锅吧。嗯，中锅就可以。再来个。哎，别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我上一次抱走小猫，就没有见过。没见过。对，我们中间有一次来，你在关了。哎，不是关了，那边不让我们进。不让进，这块儿总是风，这块儿这疫情太厉害。我打个电话啊。行行，你忙吧。你先忙。金针菇、豆皮儿。好了，先忙。又帅了，小飞。好，又帅了。又帅了。我是。咱舅来了，咱舅来了。来舅。来来来，坐里边，坐里边。那就饱了哟。王子爷，我给你们扔。我前天买个头盔，我退了那个。咋退了？我戴上套漏风，我叫啥？咋漏风了？咋会漏风了？那不是全。小梅那还有一个嘞，小梅那有俩。他那半盔，我买个全盔，得挂结盖的。咱俩结婚了。也不行，这两年都不行，昨年不行。结婚了。不行。200块，总共100多，网上70块钱。这不起合适。先喝点啥？暖点身子啊，月子，不然我明天还得跟着我跑，啊、嗯，明天会可能会好，因为没个节日，明天反正你冬至的吗？你花了年，你体验这个单价，现在你都知道了，不是叫我说，你知道吧？我说不上，叫你自己体验，你知道吧？咱说明天要你跑300块钱送都那天你给我跟你说，我垫了没垫的，我腿都后来啊腿巴里里边的，我天，我后来腿都软了。我地图导航一下，4.3公里，那五马力的吗？那我以前给他哪给他刚报完外时候不是也是吗？就给我推回来，腿十厘米的。不是，你知道那天还好，那天是世界杯的总决赛，你知道吧？啊、我看到世界杯，我腿着看到世界杯回来了，要不然才几秒。我以为打着王者腿着回来了嘞。打着王者，明天冬至了，我咱一块好好的跑跑啊！明天咱一块去，你知道吗？咱舅马上看见你都害怕多了，跟着你一天跑了腿疼，咱就说了。跑了腿疼那都没有。为什么？明天咱跑300。我除了那天光完行程跑的多，那天跑了不太大。嗯。其他这一天都轻松了，还有吗？嗯，我不在这都轻松。来，明天300啊。